千島湖，我哋酒店望落去。呢度橋頭，呢個呢一共是分為三個部分的啊。中間我們先看它的中間啊，中間呢是一批魚啊，做一個分割線，把它給它分一個太極八卦的形。啊，右手边啊，就是以前老县城，然后啊，这里有个新安江大坝啊，新安江大坝呢，就是因为做了它之后，把那边全部给淹掉了，然后这边的一些沙呢，就留下一个上面的部分了啊。东西湖区呢，就在这里啊，就中间这一块啊，千岛湖这里就是中间这啊比较大的一块范围上面啊。翻过来了啊。然后呢，最后呢是这个流出的过去拉了，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带来的山东的这里啊，用来放水啊，然后用来造的啊，消毒器啊，什么都是好的。然后现在这个水呢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还在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水，啊，然后这个呢，就是想把这东西留了之后，要等到明天，然后这个就差不多三个多月了。有1078个岛，所以东港的平方符合这两个标准的有1078个岛。看一下湖中间有一个白色灯塔的距离水位是80米，28米的落差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千岛湖呢，黄色的金腰带会非常的宽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千岛湖的水比较凉，它平均全年的下来的温度只有17度。你们会有专门的爸爸妈妈告诉会的进去全家平平安安，哎，奇怪，湖这个是全家平安，比较幸福的漂亮，人和人一起拿回家去，把平安健康都带回家。哎呀，我呢以前我就好信好信的共产党嚟咗以后，我个名就我叫丁，叫咩豆腐，我都俾我老婆讲咗，我哋啊，我哋话咁有份汤，佢都有份，点解要佢？拿最小的龙珠岛啊，这个位置拍照也拍得到了啊，白色灯塔的，然后那个就是3号码头，我们船停靠的地方。没有追到脚，在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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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啊？哪有？